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要来带大家看一个非常别致的，处于西洛杉矶世纪城高端警卫门禁社区的联排美房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社区外观，这里啊叫做世纪公园城。我们要参观的房子呢是在三楼的，有一个落地的一整面墙的大窗户，可以俯览社区的游泳池和公园景观。好，这里呢有一张房子的地理位置地图给大家参考。这个房子的位置可以说是无敌了。借用一下某一位美国经纪人网站上宣传的这个地区的广告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，住满企业家、艺术家、美女和帅哥。这个位置啊，离西域世纪城大厦走路只需要10分钟。该大厦呢是本地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，商厦当中有众多的品牌商店、餐厅、戏院、娱乐设施，附近呢还靠近福克斯影城，紧邻着比华利山庄。然后呢，随着不久之后地铁新线路的开通，它的位置会更加方便，便利性呢也会更为突出，距离比华利和 UCLA 只有一站就可到达喽。那么这个小区呢，一共有3个游泳池。我们目前所看的图片呢，为屋主的阳台和卧室可以看到的泳池景观。那么屋主呢是一名设计师，看他对室内的设计呢，可谓是别出心阁，典型的北欧风，非常的喜欢。那么室内呢，屋主有设置自动的窗帘遮帘设置，墙上呢还有投影仪。那么忙碌了一天的您，经历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之后呢，回到家中，在这样简单干净的客厅里面，享受着家人的温馨，看看电视，品品咖啡，真的是生活的乐趣。厨房呢是礼石的台面，采用黑白配的设计，非常的典雅。从门厅一回到家中呢，左边便是布置的典雅精致的餐厅，右边呢便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客厅。那么两间卧室，每一间采光都很好，可以放下双人大床。那么这个小区呢是一个铁门小区，非常的奢华，它位于 Central City 的中心地带。那么这个小区里面呢有很多设施，包括4个网球场、 Clubhouse 健身房、3个游泳池、3个 Spas， 还有非常安全的保安系统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区的 location， 那么大家都知道买房呢3个重要的词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， 那么这个小区啊可谓是位于城市的商业中心地带，它离比华利山庄非常近，离安娜伯格摄影中心也非常的近，还有啊据说谷歌的新总部也要设立在附近哦，所以这里可谓于是位于西好莱坞的心脏地带。想象一下，在你周边购物中心、餐饮实业旁边呢，全部都是名人明星。还有据朋友说哈，连里根总统的夫人，还有007的荷里贝瑞也住在这附近哦。公寓大楼内呢，置有停车场停车位。那么公寓呢，有大堂。您呢可以乘坐电梯到达您的房间。这边呢是公寓大堂的图片，可以看一下。有没有一种在星级酒店 resort 大堂里面的感觉呢？让我们再看一下小区外面的绿化，满目翠绿，天然氧吧，真的是让人看起来闻起来都会心旷神怡呢，可谓是喧嚣大城市中的一片绿洲。所以呢，这栋房屋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，房屋质量良好，无论是投资自住都是非常好。这里投资来说呢，非常的好出租，租客市场稳定，租金收益良好。据市场调查来看，这边平均两房两卫的租金是$4,900到$5,900，真的是一笔不菲的回报呢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再说一下，这个小区旁边的 Westview Central City Mall 呢，是前几年花了$10 billion， 也就是$100亿装修完成的一个非常好的购物中心，连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去那边购物逛街呢。如果住在这边的话，岂不是更加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真的是出行非常方便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如果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联系我哦。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，你可以在屏幕上找到我的联系方式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祝你有好的一天，拜拜。